的时候你们也来骂我，我说的时候你们也来那骂我。你有这个心，你还不如好好的给你自己的家孩子，给你孙女孙子吃饭，对不对？做饭吃，对不对？干点家务活，对吧？你来直播间里面巴拉巴拉，一天到晚巴拉巴拉说啥呢，对吧？你不喜欢看我，你就不要来那个啥嘛，对不对？你不喜欢我看我，你就不要来看我嘛，对吧？还说蹭流量蹭流量，这网络是你家的吗？这抖音是你的吗？你是抖音官方还是怎么的？这女人一开播都是骂人，就骂你，怎么了吗？我骂你什么了？我没有，我也没有骂你吧。我哭不哭跟你有啥关系呢？怎么的啊？你要把我带到你那边上班是吗？可以啊，那你可以，那你也可以来找我呀，你可以给我发私信啊，对不对？就是让你看不爽，知道吧？又干不掉我的样子。有些时候我真不想说，知道吗？但是我又忍不住，知道吧？我也是人呀，谁没有谁？如果说有人来天天骂你，你累不累？你会不会难受？你不是人吗？不会互相尊重一下吗？我骂你了吗？而且我惹你了吗？我拿你钱了吗？还是怎么的？我骗你什么？还是咋的？我骗你了还是怎么的？一直骂我，你有啥资格骂我？说白了一点，我又不是拿来给你骂的。你家是没有小孩吗？大家家里面都有小孩吧？有十七十八岁的吧？十八十九岁的吧？太不尊重人了，说实话，真的，嘴巴就是贱，知道吗？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巴拉巴拉说一下，在那个直播间里面巴拉巴拉说一下，在那里说一声易老板，在那里说易老板，做尼姑吧，笑死我了。人家尼姑还不是过得很好，对不对？来啊，叔叔阿哥姐们，阿姨没有管理员吗？有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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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心啊，有管理员啊，有管理员呀，怎么可能没有啊？有的啊，家人们。这么多演员，就是你骂一千多最多，我骂那我现在也是跟着他的。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咱不说别人了，叔叔阿哥姐们，咱就卖咱自己的货，咱就说咱自己的，咱就干咱自己的事情，对不对？说他们干啥呀，对吧？我巴拉巴拉，我自己也累，对不对？你自己又会生气，有人会要你吗？我叔叔阿姨都要我，我叔叔阿姨都喜欢我，还是有人支持我的，好吗？还是有人支持阿一墨的，来，叔叔阿哥姐们，支持阿一墨的打个支持，来，叔叔家人们，支持阿一墨的打个支持，来，叔叔阿哥姐们，不理黑粉，咱不理啊，你们支持阿一墨的打个支持，咱分享一下直播间，叔叔阿哥姐们。咱没给阿莫分享直播间的，给阿莫分享一下直播间，把赞赞点一下。咱把赞赞点上来，叔叔阿哥姐们，咱把赞赞点一下子啊！支持，谢谢你们啊，家人们，谢谢你们支持阿莫啊！来看到了吧，还是有人支持我的。来啊，叔叔阿哥姐们，
咱就卖咱自己的货，咱就做咱自己的事情。来，叔叔阿哥姐们，这个洗衣液啊，家人们，来，我直接给你们上车。叔叔阿哥姐们，99十瓶，家人们，十瓶啊，家人们，40斤，40斤啊，家人们，这个洗衣液40斤，十瓶。家里面没有洗衣液了的，叔叔阿哥姐们，赶紧去冲啊！家里面没有洗衣液了的，你们赶紧去冲，叔叔阿哥姐们，十瓶啊，家人们。爱留香枣叶香香的，叔叔阿哥姐们，我们家宝贝我们自己爱，对，谢谢女王阿姨。那个女王阿姨说的话我都记着呢，阿姨你说我让我好好的加油，那些我都记着呢。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枣叶啊，来啊，叔叔阿哥姐们，这个枣叶啊特别好的，叔叔阿哥姐们，很香啊，家人们，持久留香，家人们，这是洗衣服的洗衣液啊，家人们，枣叶啊，99，整整十瓶，叔叔阿哥姐们，整整十瓶，家人们，40斤，家人们，十瓶40斤，喜欢你阿姨永远支持你，谢谢518阿姨，感谢我518阿姨啊，来。家人们，没有用这个的叔叔阿哥姐们，没有用过的家人们，咱都可以去拍啊，叔叔阿哥姐们，这洗衣液特别好用，家人们，我都是一直在用这个洗衣液的。以前呢，我不在公司的时候，叔叔阿哥姐们，就是刚来公司的时候，叶老板就给我拿了这一瓶，知道吧？给我拿了这种，知道吧？给我拿了一瓶，让我洗衣服。然后呢，我拿回去洗了，还是特别好用。特别好用啊，家人们，香香的啊，特别香，叔叔阿哥姐们，你们家人们家里面没有洗衣液了的家人们，这是枣叶啊，洗衣的枣叶啊，叔叔阿哥姐们，你们都可以去拍啊，叔叔阿哥姐们，咱都可以去拍啊，一拍，谢谢啊，谢谢支持啊，家人们，谢谢你们支持啊，叔叔阿哥姐们，好用啊，家人们，特别好用，叔叔阿哥姐们，这个洗衣液不好用，不好的。你觉得不好用，那你都没有我的粉丝灯牌，你又不是我的粉丝，你居然说你在我这里那个啥，对不对？没事啊，叔叔阿哥姐们，咱不理那些黑粉了，家人们，家里面没有洗衣液的叔叔阿哥姐们，每人可以去拍一单，拍一发10，叔叔阿哥姐们，整整这样子的10瓶，家人们，不是5瓶，也不是4瓶，也不是2瓶，也不是1瓶，99，10瓶，整整10瓶，叔叔阿哥姐们。整整10瓶啊，家人们，这个枣叶啊，这个洗衣液，叔叔阿哥姐们，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家人们，这个枣叶整整10瓶啊，叔叔阿哥姐们，你们赶紧去拍啊，家人们，赶紧的去拍，特别好用，特别香，叔叔阿哥姐们，特别好用，特别香，家人们，咱不理那些黑粉，知道吗？叔叔阿哥姐们，不理那些黑粉好吗？家人们，咱不理那些黑粉啊。咱就做好咱自己就完事儿了啊，咱不理那些黑粉，因为黑粉的话你再说他就更来劲，知道吧？你说他就更来劲，回供是吧？我还有2箱哦，你买那么多呀，我的天哪，买那么多，来，叔叔阿哥姐们，家里面要用完了的你们就赶紧去入手啊，家里面要用完了的叔叔阿哥姐们，你们又赶紧去入手啊，家人们，这个是什么 LSO 什么认证的，家人们啊，这个看到没有，叔叔阿哥姐们，很干净的啊，叔叔阿哥姐们，你们都可以去拍啊，家人们，人手一单啊，叔叔阿哥们，人手一单啊，去拍吧，叔叔阿哥姐们，我也不想多说，家人们，咱不理那些黑粉啊，叔叔阿哥姐们，不要屌那些黑粉，你越屌他就更来劲，他就会更来骂你，知道吗？所以咱就不用说他，咱就看咱们家这个洗衣液啊，叔叔阿哥姐们，特别好用，香香的，家人们，香香的，特别好用，持久留香，叔叔阿哥姐们，72小时持续留香，72小时持续留香，什么概念？叔叔阿哥姐们，你洗完衣服之后呢，晾干之后呢，你穿起来，你的身上还是留香的，知道吗？你的衣服还是留香，香香的，叔叔阿哥姐们。特别好用的，家人们，这个洗衣液的话，叔叔阿哥姐们，真的很好的，叔叔阿哥姐们，我们全公司的人都一直在用这一款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我们的话一直在用这一款，知道吗，叔叔阿哥姐们？我们一直在
在用这一款，我们自己也是在用的，所以说你们放放心心的去拍这个呢，而且也不贵，而且它这个40斤99，我觉得一点都不贵，叔叔阿哥姐们，你去外面买，你能买得到10瓶吗？99，你能买得到10瓶吗？叔叔阿哥姐们，整整10瓶，不是8瓶，也不是5瓶，也不是2瓶，是10瓶。叔叔阿哥姐们，你们想一下什么概念？40斤啊，家人们，40斤啊，整整一大箱，10瓶。这个洗衣液是特别好用的，你们看，而且也很大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个洗衣液也很大，对不对，叔叔阿哥姐们，看到没有，对吧？所以说你们放放心心去拍啊，家人们，所有叔叔阿哥姐们，家里面人多，对不对，叔叔阿哥姐们，要洗很多衣服，对吧？对不对？咱就可以去入手了啊，咱就可以去入手了，叔叔阿哥姐们，72小时持久留香，家人们，持续留香的家人们，1瓶2000克，叔叔阿哥姐们，1瓶2000克，很好用。来，用过的叔叔阿哥姐们打个用过，来，你们用过的家人们，你们打个用过，叔叔阿哥姐们，来，我看多少人用过这个洗衣液，我看多少人用过这个洗衣液，用过的打个用过，家人们，来，用过的打个用过，用过好货，对呀，这个是很好的，每个人都可以去拍啊，叔叔阿哥姐们，持久留香的，叔叔阿哥姐们，这个洗衣液啊，家人们，这洗衣液看到没有，叔叔阿哥姐们，特别好啊，家人们，用过是吗？用过你们就可以去入手了啊，因为你们知道这一款东西好不好用，对不对？40斤拍一发10啊，家人们，拍一发10，叔叔阿哥姐们，拍一发10哦，家人们，你们可以去拍啊，家人们。而且这个的话，叔叔阿哥姐们，棉呀、麻呀、毛呀、丝呀，那些各种衣物呀、内衣内裤什么都可以洗，知道吗？什么都可以洗啊，家人们。上次一走直播间买的还没用哦，没事儿啊，没事儿，咱就是说需要咱就去拍，咱理性消费，不需要不要去拍啊。你们不需要你们就不要去拍哦，你们不要去乱拍哦，家人们，不需要咱就不要去乱拍，好吧？因为家里面还有的话咱就不去拍了，咱就理性消费，对不对？咱需要的咱才去拍，咱不需要的咱就不拍啊，懂吧？还有这个牙刷，来给你们上车，叔叔阿哥姐们，马上要过中秋前中秋节了，家人们，马上要过中秋节了，家人们，家里面要来客人的叔叔阿哥姐们可以去备牙刷了啊。这个牙刷呢19.9/20支，19.9/20支，每支里面有4支，家人们，每支里面有4支，哦，5支，然后整整4包，20支，叔叔阿哥姐们，这个牙膏，哦，这个牙刷20支啊，整整20支，它的毛毛呢也是特别的柔软，它的毛毛也是特别软的那种，19.9/20支啊，家人们，特别划算。马上要过年，过年啊，过节都可以用，你可以备着，这东西你是可以备着的，你可以放在家里面，等用的时候你再用，对不对？而且牙刷的话，1-2个月、2-3个月就得换一次，知道吗，叔叔阿哥姐们？咱牙刷2-3个月咱就换一次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咱就换一次啊，家人们，这样子的话会特别干净，也没有细菌，知道吗，叔叔阿哥姐们？你们可以去拍啊，家人们，这个毛，看到没有？这个牙刷的毛特别干净啊，特别的软，它不是硬的那种，它不是硬的那种啊，叔叔阿哥姐们，它不是硬的那种，它是很软很软的，你们都可以去拍，人手一单，叔叔阿哥姐们，拍一发5，叔叔阿哥姐们，拍一发5，然后5包嘛，然后20支，20支啊，家人们，这个20支啊，叔叔阿哥姐们，20支。懂了吧？宽头的啊，叔叔阿哥姐们，宽头万毛啊，家人们，宽头万毛，叔叔阿哥姐们，宽头万毛，家人们，你们都去拍啊，你们都去拍就完了，来，真的很好，叔叔阿哥姐们，这个真的很好，我跟你们讲。
一拍了，好嘞，拍了就好。来这洗衣液啊，叔叔哥姐们，阿姨们还有萝卜干了没有？没有萝卜干了啊，家人们，萝卜干已经没有了，你们可以去拍洗衣液哦，叔叔哥姐们，这个洗衣液拍一发十，叔叔哥姐们整整40斤哦，整整40斤，叔叔哥姐们，这个洗衣液整整40斤，知道吧？整整40斤哦，叔叔哥姐们。这个整整40斤，然后那个牙膏牙刷19.9块20支啊，家人们，每家每户都要用那个牙刷的，而且牙刷要换的，要换，知道吗？阿姨有16，没今天没有做链接，阿姨今天没有做链接，今天只做了洗衣液还有那个牙刷的，明天给你们放，明天给你们上好吧，我明天给你们上好不好？支持阿姨，谢谢啊，谢谢518阿姨，518阿姨是一直支持阿姨梦的一个阿姨，谢谢你啊，还有丽明阿姨，所有的叔叔阿姨都一直支持阿姨梦，我特别开心，叔叔阿姨姐们，你们可以去拍一单这个啊，家人们，可以去拍一单这个洗衣液，叔叔阿姨姐们，真的，真的，叔叔阿姨姐们买到了就是赚到了，知道吗？因为每家每户呢都要洗衣服的，对不对？你穿个你衣服的话，一两天就要洗一次，对不对，叔叔阿姨姐们？穿个一两天你就得洗一次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今天我这么开播吗？我不知道呢，我不知道呢，家人们，应该不开播吧？我不清楚啊，因为每家每户都要那个洗衣服的嘛，对吧？你穿衣服一两天就洗一次，所以就是家里面人多，对不对，叔叔阿姨姐们？家里面人多，咱就可以去拍。拍一发十，整整40斤，整整40斤10瓶啊，叔叔哥姐们，40斤，叔叔哥姐们，10瓶40斤，一个有4斤啊，叔叔哥姐们，有4斤啊，家人们，这一瓶有4斤，家人们，40斤啊，叔叔哥姐们，整整40斤啊，整整40斤，是的，你没有听错啊，是40斤，正儿八经的，家人们。你们去拍吧，家人们，你们去拍啊，家人们。因为好多人的话可能都没有用完之前买的，但是咱也可以去囤着，知道吧？我看一下保质期多少，保质期我看一下啊，叔叔哥姐们，你们可以去拍啊，家人们，去拍了，可以去入手了，家人们可以去入手了啊。你们没给 M 点关注的可以给 M 点点关注，叔叔哥姐们，这个是特别好的，而且它是72小时。持久留香，持续留香的那种，过了72小时，它都是香香的，你的衣服都是香香的，我每一次洗衣服都要用这个洗，知道吗？因为我刚来乐山的时候，我也没有什么别其他的嘛，然后易老板他就给我拿了一瓶这个洗衣液，就是皂液，洗衣的皂液，对不对，叔叔哥姐们？99呢，10瓶，40斤呢。40斤呢，家人们，而且它洗的也特别干净。如果你衣服上有油渍呀，有酱油啊，不小心蹭到的那个油啊，咱都可以洗得掉啊，家人们，咱都可以洗得掉。所以说，你们放放心心去拍，99呢，40瓶，我觉得是已经很划算了的。如果你们直播间里面有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有叔叔哥哥的话，叔叔哥姐们，咱也可以去拍，给家里面的人用，给老婆孩子用。如果是叔叔阿姨，你们也可以去拍，对不对？给自己用，给自己的孙女用，你们大家一起用，全家都能用。叔叔阿姨哥姐们，你分5瓶，我分5瓶都可以用。如果说你跟他们分家的，对不对？叔叔阿姨哥姐们，你分5瓶，我分5瓶，可以这样子用的，因为它是10瓶，知道吗？如果你用不完，你就分着用，对不对？给你的儿子呀，给你女儿用，对不对？1人5瓶，对不对？就这么简单咯，对吧？叔叔哥姐们，特别好用的呀，而且这个东西它100块钱，99块钱，你能买到10瓶，真的已经很划算了。你去外面买是真的买不到那么多的，叔叔哥姐们，你去外面买是真的买不到那么多的，家人们，好吧？你去外面去看一下，随便去看一下，随便去逛一下，你看看
你看看，用100块钱你能买得到10瓶洗衣液吗？来，你们去看一下塑胶盖，姐妹们，你们不相信我说的话，你们可以去超市里面看一下，你们可以去超市里面看一下，100块钱，99块钱，99.9，你们可以去买十瓶吗？有油烟洗洁精没有？有的啊，明天给你们上啊，玉玉爱墨直播间明天给你们上车好吗？好不好啊，那个阿姨，韩梅阿姨，你觉得行不？咱今天可以去拍这个啊，咱今天的话可以去拍这个洗衣液，洗衣液也是特别香的，洗衣液是特别香的，99，拍一发10，40斤，这样子的10桶啊，就这样子的10桶40斤啊，10桶整整10桶，99.9，已经特别特别划算了。已经特别特别划算了，帅哥姐们，而且它是那种72小时持续留香，家人们，持续留香，你过了3天它还得是香香的，懂吧？所以说咱家里面用的洗衣粉啊那些咱都可以换了，咱都可以换个这个，换个这个洗衣澡还香香的，把你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，你的衣服上有油渍呀，有不干净呢，都可以去拍，老人小孩都可以用，小孩子也可以用，比如说那些婴儿咱都可以用啊，家人们，咱都可以去用的啊，叔叔哥姐们，咱都可以去用的，你们放放心心去用啊，你们放放心心去用，叔叔哥姐们。老人小孩都可以用这一款洗衣液啊，真的很好用哎，叔叔阿哥姐们，这个洗衣液真的很好用，很香很香，看到没有，整整10斤呀，哦，整整40斤呀，40斤，我没有听错吧，家人们，40斤，一桶，你一桶4斤啊，家人们，一桶的话就是4斤啊，叔叔阿哥姐们，一桶4斤啊，家人们，如果说你的衣领啊、袖口等有那个污渍的话，叔叔哥姐们，咱也可以去洗，知道吗？你再泡个10分钟，它就能洗得干干净净。洗衣液上次买的太多了，很好用，好用就行，好用就好，家人们，好用就好，你们喜欢就好，家人们，你们喜欢就好，主要是你们喜欢嘛，对不对？主要是你们叔叔阿姨哥姐们喜欢就好，对吧？所以说你们可以去入手了啊，喜欢就是香香的洗衣液的，咱就可以去用了，咱可以分享一下直播间，叔叔阿哥姐们，咱可以给阿姨分享一下直播间啊，叔叔阿哥姐们，大家支持阿姨加油，谢谢啊，谢谢，没事的，叔叔阿哥姐们，需要你们再去拍，不需要你们就不要去拍啊，我建议你们，不需要咱就不要去拍，需要咱才去拍，叔叔阿哥姐们，行吧？因为我这个人呢，我不想让我所有的叔叔阿姨喜欢阿姨梦的叔叔阿姨就是破费钱，知道吗？如果你都不喜欢我这一款洗衣液，然后你就是为了支持我，你就不要去买，我也会心疼，知道吗？大家的钱又不是刮来的，但是我卖的东西呢，我肯定是，对不对，叔叔阿姨们，我肯定是选好的给大家，不好的我都不会去卖，不好的呢我都不会去卖，所以家人们，你们放放心心去拍，叔叔阿哥姐们，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家里面都是有些人他用的洗衣粉，有些人他用的洗衣液，咱们这个是皂液，皂液也是特别好，特别香的，你不要呢不代表别人不要，你不要不代表我的叔叔阿姨不要，你没必要在这里瞎扯，知道吧？瞎扯淡，你不要在这里瞎扯淡。10件，叔叔阿哥姐们，咱就搞个40升。
十届到十二届的话，叔叔阿姨们，咱就搞个40克啊，家人们，四十克都放40克，家人们，它是有标的，好像。你看，真的很好用，家人们。来，叔叔阿姨们，我数到五我就下车了，叔叔阿姨们，来。家人们，我数到五我就洗衣液就下车了，哦，你们要用的，你们需要的，你们赶紧去拍，拍一发十，10盒，20体，10体啊，家人们，留香的，叔叔阿姨们，去买留香的，把你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。对不对？来，我数的，上洗发水，好嘞，上洗发水，可以的啊，那个，因为洗发水，我们家的洗发水也是很好的，39块就能两瓶，我可以直接给你上车啊，等一下子啊。来，洗发水呢，我也已经下车了，上车了。阿英下，晚上好，晚上好啊，晚上好，晚姐干妈，晚上好呀，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来，洗发水已经上车了啊，迷迭的洗发水，39块9两瓶啊，那个梁凤鸣阿姨，你可以去拍啊，39块9两瓶啊。这个啊。可以用了啊，叔叔阿姐们，你们没有用的家人们，你们赶紧去用这个皂液，叔叔阿姐们，拍一发十盒，叔叔阿姐们，哦，十瓶这样子的皂液，家人们，10瓶啊，然后洗发水我呢已经上车了，39块9的两瓶，你可以自己选，因为上面有字儿啊，上面有字儿，来，咱再讲一下这个洗发水，叔叔阿姐们。这个洗发水99呢，99呢，10瓶，整整10瓶啊，叔叔阿姨们，整整10瓶，家人们，整整10瓶，叔叔阿姨们，你们没有去拍的家人们，咱都可以去拍，小花车里面你们可以去逛一逛。这个洗发水，这个皂液是特别好的，10瓶啊，拍一发十，欢迎我虎妹阿姨，欢迎虎妹阿姨啊。拍一发十，叔叔阿姨姐们，拍一发十，你们可以去拍，叔叔阿姨姐们，拍到了，如果不好用的家人们，咱可以给阿姨莫说，行不行？跟阿姨莫说，如果它不香，不持久留香，叔叔阿姨姐们，你们都可以反馈啊，你们都可以反馈，欢迎大家反馈，行吧，家人们，所以你们没拍的，叔叔阿姨姐们，你们现在赶紧去拍啊，家人们。我也要下车了，叔叔阿姨姐们，40斤到手，40斤拍一发十，10瓶就是40斤，1瓶就是4斤，10瓶就是40斤，叔叔阿姨姐们特别划算，99块9，99块9买10瓶40斤的这个洗衣液，我觉得已经很划算了，已经是很划算了，所以大家叔叔阿姨姐们赶紧去入手，家里面快要用完了的，家里面还在用洗衣粉的。咱也可以用的洗衣粉直接换掉皂液，四斤，叔叔阿姨姐们，便宜又好用，好货不过百，叔叔阿姨姐们，好货不过百，99块9，10瓶40斤，以及给叔叔阿姨姐们价格已经是最低最低的了啊。然后我数到五我就下车了啊，我数到五我就下车了啊，叔叔阿姨姐们。数到五我就下车了啊，来，5 4 3 2 1，下车了啊，家人们，家里面要用完了的叔叔阿姨姐们，你们都赶紧去用啊，
这个产品很好，经济实惠，大家可以去买。对的，对的。